大家好，我是玛丽。今日是今年2018年的最后一天诶，就是无啥物特别的一天，嘛是要过诶，嘛是会巴肚枵诶，嘛是要食物件诶。好啊，今日要食啥？今日要食板桥有够有名诶美食，油库孔，是食面线诶。面线是我上介意食诶食物之一。即间是分店，伊已经有名到开分店。嗯，我来就对了。这出名的其实是伊的烟肠，但是我无介意食烟肠，所以就单纯来试食面线咯。我点的是大肠面线，哇，我是烟水联盟的。你是第一次吃这个？嗯，第一届。到菜牌来看。对对对，我知啊，我有看菜啊，甲伊样。第一届来食啦，伊个食看起来就是足正的感觉，唔是乌乌的，内底足济大肠的，袂歹。吓咯，满满的，大块哦，那对比。来来来，我来试看卖，烧啊烧，嗯，味袂歹，加醋好了，我介意加醋的，加醋就会提味，较好食。像根类的可以加醋吗？好咯，今麦食啥物？瓜藤。哦，你刚刚不早讲，我讲那么多中文，大灯是不是？对啊。OK， 现在讲大灯。是你喜欢那种的吗？你是上次那种的吧？上次你吃那个很难吃的那个。我介意小细灯。小灯。小灯。我介意大灯。我坦白讲哦，跟阿中面线差不多诶，我嘛介意食阿中面线。嗯，伊个料较实在安尼，但是伊个调味料，亲像阿中面线诶，是拢是好食诶啦。啊，现在要快要2019了，你有没有什么？祝大家新年快乐，2019年愈来愈顺利。是哦，那你下一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明年板桥李准基要家己开伊个频道，所以我斗相共，明年诶目标就是你诶频道紧紧诶做起来，然后 fit 我。要抱大腿。对，你就是我明年诶大腿。因为我要靠你的靠你的嗯，我靠你的我靠你的蛤要找你吧不用一定你的是知识的一定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加油啊我靠你的、哦、加油这个就是我妈你的目标抱大腿好最后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好